我们现在要介绍这道菜为雪菜炒肉丝。首先包装打开来，里面有雪菜、肉丝、蒜碎、辣椒。制备的调味料有沙拉油两大匙、盐、味精各一小匙、水50cc。首先我们锅中先加两大匙沙拉油，爆香蒜碎及辣椒，蒜碎及辣椒的香气出来之后，放入肉丝，把肉丝炒至全部变成白色的时候，放入雪菜，拌匀之后加入水50cc， 加入调味料盐巴、味精各一小匙调味，拌炒均匀即可起锅。我们雪菜肉丝完成。